好了吧，我闻就行了啊！师傅，你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蓉儿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们送点？眼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又打不过他们，只能听话了。这样，师傅给你们出口恶气。嗯。 师傅，这是要干嘛去啊？来了，来，静静哥，你把这个给老毒物送过去。啊，快！可是这个是干净的。哎呀，蓉儿让你去你就去，你就别啰嗦了，快去，快！ 这么久了，等等，另一半呢？在外面。师傅，你闻闻，多香！快尝尝。嗯，哎，你们吃这个。哎，老杜，那是我的。 你这老毒，师傅，师傅，蓉儿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把它换过来的？兵法有云：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。这回让老毒、小毒好好尝尝天下美味，老叫花蜜制鲜兔肉。来来来。 果然好手艺，竟然有点咸味儿。哎，你就放不下这个丫头啊？这个时候还想着她？既然好吃，你就多吃点儿，啊。可儿啊，现在你的性命虽然不大碍，但你受了内伤，不宜在此久居。 咱们要想办法，尽快回到中原去。谢谢叔叔，还叫叔叔。哎，好了，歇着吧。 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科尔感激不尽。但是，行走江湖，还是叔侄相称更为妥当。孩子，叔叔一定会治好你的。 昨晚小东说那兔肉，说什么？说兔肉好吃。这是老叫花的独家秘制。师傅，嗯，喝水。静哥，哥，没有酒啊。国静，天黑之前砍断100棵树，如果少一棵，我打断你一条腿；少两棵，我打断你两条腿。